谢谢你哦 Hilary。 Hi GrabFood。 谢谢你。每个孩子都在吃早餐，可是你看 Aaron 最乖就是他哦。啊，真香！进去来看，看看啊、哦，嗯，好像还是。Stop growing. 今天早上我的闹钟出卖我，害得我没有煮到我的鸡胸，所以今天吃 Maggi 米粉、老白饭。Is I realize when I'm teaching in English, some of you are writing something els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not English. Okay, hi, Rhinoceros. 他的直属亲戚是谁？老鹰啊。That is close enough, huh? 是鸡。Chicken.好，如果你在看着我的 video 的，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是你说的，谢谢你。啊？嗯，没有人？难道是去了图书馆？原来他们在电脑室考试。你们考什么？你们知道吗？科学的。哦，那好吧。可以啦，给你五啦。这些是本来就是 sticker 来的啦。是，但是你拿了。哦哦哦哦哦哦。哎，还是很好的东西哦。应该。这个是 level two。level two 啦。呀。但是五岁的话哦，五岁就学到这样的话啊、哦，啊，果然是专科啦。对对对对。OK， 三十六点四。
拿你的 traffic light 啊。来。好。我也先采烟了咯。OK， 先采烟，请坐。哦，你还有带自己的笔来啊？好，不用紧，你坐，你坐。你会写吗？会呀、啊，好，那我就交给你啦，我就坐在旁边摇脚啦。不要忘记拿你的 traffic light。今天穿运动衣。有原因的，因为有东西坏了，这盏灯坏了。啊三门试试。啊？我没有到，一定要用回那边。看到了。哎呀，灯管。啊，有了。今天我还特地穿了我的 Zorro 鞋。Eu luto com espadas, ouro no azul, caçador de piratas.下课时间进班监护，顺便帮他们把那些镜子贴上那个 poster， 平分一下。哎，老师哇，你还在上课啊？对了，数学很难教。有几多 iPhone 6